男人在逛二手车市场时，想购买一台实用的多功能车，无奈看中的车辆价格太高，于是就有了眼前两人手拿电锯的这一幕。两人在佐治亚州的一处密林中，发现一台1972年的福特康诺面包车，与二手车市场的雪佛兰面包车是属于对标车型。而这台福特面包车整体外观件还算可以，只是因为常年荒废在户外，车身上已经被大树的根茎给包裹住。于是两人就开始用手里的电锯，将周围长出的树枝和藤蔓给清理掉。两人花费了一个多小时，才将这台福特面包车周围给清理出来。现在可以看出这台福特康诺面包车的外观件，漆面经过多年的停放已经严重老化。不过男人看到这台车也是兴奋至极，因为像以康诺这样经典的面包车，现在市场上也是属于非常罕见的车型了。当两人检查外观件时，发现车门也是严重生锈，而来到前面引擎盖时，更是发现引擎盖已经完全锈蚀出一个洞口出来，而且车身经过几十年的停放，漆面也是出现了严重的色差。整个车顶由于被落叶堵住了排水槽也满是锈迹，不过唯一让两人兴奋的是，整个外观件竟没有一处凹槽，证明前车主也是非常的爱惜此车。唯一的遗憾就是生锈较为严重，不然还真是属于精品老爷车类型。随后两人将后车门给打开，发现里面竟有满满一车灯具。从这长长的日光灯不难看出，这车停放的年头肯定不短了，因为这玩意还是零几年常用的产物。随后两人也是将侧门给打开，发现整个车门也满是锈迹，车门下方更是已经被铁锈给锈穿，车里还有一对警泵和一些灯泡之类的杂物。检查完后，两人也是准备将车里的杂物给转移到另一辆荒废的车里，于是只好再次将另一台荒废的面包车给清理。当打开另一台面包车的车门后，两人竟还在里面发现了一条备用的车胎，而这条车胎后期也是发挥了大用处。随即两人开始将福特康诺面包车里的杂物给搬运到另一台面包车上。当将大的物件清理后，车厢内看着宽敞了很多。把驾驶室的门打开后，发现启动钥匙竟还插在车上。当贝里尝试搬动方向盘上的怀挡时，发现换挡把手由于多年没有使用，操作时也不是很顺畅，容易出现卡。不过还好的是离合器踏板还能正常使用。可当拧动启动钥匙时，仪表盘没有发出任何的，证明电瓶已经报废了。现在两人唯一要确定的就是这台福特康诺的发动机是否还能正常运转。两人将驾驶室内的发动机盖子打开，可以看到显露出的发动机也满是落叶，而这发动机处的落叶毫无疑问肯定又是某些小动物的杰作。两人也是赶紧将发动机上的落叶给清理出来，方便于后期好对发动机进行检查和修补。要是不将这些落叶清理干净的话，很容易在检修时引起火灾，到时候整辆车就直接扒皮。随后两人再来到车外，将引擎盖给打开，两人还在引擎盖下发现了一台80年代的电瓶。可以从机舱中看到发动机上的皮带也是严重老化。随后两人将机舱中一米来长的机油尺给拿了出来，贝里则还是用嘴来尝试量油尺上的机油，看是否还能正常使用。不过贝里也是尝出机油里面进了些许防冻液，为了能更方便进行维修这台福特康诺面包车，科尔用风机将面包车周围的落叶给清理出来。清理出来后才发现四个车胎竟已经全部陷入泥土里，将周围清理后，两人也是赶紧将加气泵拿来，想给几条深陷泥土里的车胎给加满气。可以看到加满气的车胎也是将车身明显抬高了很多。接着两人试着转动发动机上的输出轮，万幸的是发动机的曲轴皮带轮还能正常转，证明这台荒废几十年的发动机还能修复起来。而且两人还听到了气缸内压缩冲腾的声音。由于天色渐晚，两人也是决定第二天再来接着进行修复。第二天两人准备对发动机进行检修，不过检查时发现里面的加热器软管被杰瑞给破坏，两人也是赶紧将发动机上的空气过滤器拆了下来。贝里则是负责检修分电器和火花塞，科尔则是负责化油器的问题。可以看到拆下的分电器上的线束也是被杰瑞咬得完全不能使用了。不过唯一的好消息是转子看着还没那么糟糕。随后贝里再将润滑剂依次喷入每个缸中，而科尔这边也是将化油器上的油门叶片给检修成功，接下来就是更换上新的电瓶。而在这之前，科尔则是用金属钻头将电缆线卡子上的锈斑给打磨掉，随后科尔也是将卡子给连接在电瓶脊柱上。可以看到前面的应急灯已经通电，同样后面的刹车灯也已经在开始闪烁，这意味着两人只需要将发动机启动就能上路。随后贝里拧动启动钥匙，发动机也是发出了复苏的声音，喷入缸内的润滑剂也是随着发动机运动给全部喷了出来。贝里还用螺丝刀将分电器里的白金点火修复了一下，随后科尔则是更换了发动机里面的整体线，贝里则是更换上了新的分电器上去。
在半个小时后，两人将里面的线束连接更换成功，顺便还将临时燃油箱的供油软管给连接在发动机上。随后两人开始尝试启动这台荒废多年的发动机，没想到竟然直接启动成功。发动机现在是能运转了，可化油器上的空气滤芯两人还没有更换，打开一看，这老旧空气滤芯肯定是不能使用，只能到时候重新购买了。随即两人就把重心放在了更换车胎上，因为经过多年的停放，这车胎已经严重破损，加不了气进去。可抬高车身后发现整车轮毂都已经卡死不能运转，两人只好来到城里定制一个神器，大家可以好好学习一下这波操作。几人将轮毂和这钢材给焊接到一起，而焊好后的成品就像一个锤子一样。当几人再次来到户外面包车这里时，先是将焊接好的轮毂给固定在车上，随后就这样上下扭动，使卡住的轮毂能够松动，直至能运转。而就是这一步，就足足花费了几人半天的时间，还将四个卡死的轮毂补回。当把生锈的轮毂拆下后，发现里面的刹车系统也已经完全不能使用，只好重新买来新的刹车系统给装上去。随后科尔再将买来的新车胎也给安装上去。当全部的车胎安装好后，科尔两人就需要更换这台福特康诺面包车的机油滤芯。将老旧的机油滤芯更换好后，贝里则是为其加注新的机油进去。当一切的更换和检修过后，科尔再次尝试启动这台荒废多年的福特康诺面包车，没想到这次一点不同，发动机运转都一切正常。两人看到后也是非常兴奋，因为马上就能把这台荒废多年的康诺面包车给开出风雨。最后就是将拆下的老旧滤网给更换上全新的滤网，而这也是车上少数的全新件。当将空气滤芯安装好后，两人也是首次坐上驾驶室，准备将其开出这荒废多年的停放地。可能由于停放的年头过于太久，科尔一人抡方向盘都显得极为吃力，两人一起使劲才将方向盘给打了过来。经过十来分钟的努力，两人也是终于将这台荒废多年的福特康诺面包车给开了出来。这样一台老式的福特康诺面包车，你们喜欢吗？想不想也来上一台呢？